祝代理票请往前方这边来。明星的话，你等一下到那边好吗？等一下，你等一下到那边告诉我。不好意思啊，他神经不稳。要到明星的，请到这里。要往平西青铜旅客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先上，这里讲话好累啊。好吧，平西线的旅客。